这几个射手能够稳定发挥的话，基本上就会能够拉开非常大的空间了。是正雅失误之后呢，快攻阿吉也投进了三分。一开始梦想家的三个 field goal 都是来后劲非常高啊。对，啊，关达又这个马步蹲了下去了，啊，阿吉还是突破了，哇，拿了金球。或者是可以打到控球的。好，两罚都进之后，20-13，阿吉的三分外线中手开花，哇！不给你切到禁区里面哦。这个防守，这两天让梦想家的球迷看得非常放心的林俊杰的三分球。俊翔跟 Washburn 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两个比较属于个人持球型的进攻，是，那这两个人是互相配合的，这个进攻就有差距了。现在分数平手状态啊，看两队哪一边是能够得分干旱情节解决。这个人就是林俊杰。